我今日是家己市石雕协会在文化局举办的年度会馆特展，参展的会馆有31人，作品有60件，那是多元阁真有特色。这是家己市石雕创作到现在超过一甲子的历史，成为家己特有的在地文化和土城特殊的人文景观。石雕故乡伫家己市石雕创作，至今已经超过一甲子历史，直接打响土城石雕的名号，成为家己特有的在地文化以及土城特殊的人文景观。离家己市石雕协会成立至今迈入第十届，会员也为30人增加到100人。这次参展会员30人，作品有60件，不但多元，又搁具有特色。石雕在推广过程当中，我们一直希望说，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，大家都能够把猴子的展现出的爱的味道展现在作品当中。所以呢，大家来看这张片的作品哈，除了单独的一个猴子以外，只要是有两只，你也注意哈，只要哪能加一雄的哦，拢当作为好，拢当作为。所以猴雕里面呢，它其实展现人在之间最喜欢跟猴子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因为他的这种爱的表现呢，是我们最值得去欣赏的地方。协会理事长陈明钦表示，家己市石雕协会参加土城石雕户外创作比赛、土城石雕雕刻精件比赛、家己市国际大型石雕雕刻营等等，使协会有发展动力。近期的比赛竞争之下，爆发出潜力，会员所展现的作品有更深入的刻画，和石雕不只是静态的表现，也阁会当互动。今年展出的内容不但多元、富有创意，并会当展现会员个人创作成果。笑口常开啦，啊，咱配合咱家己的头层，啊，我今仔这粒是算新的做法，完全甲早毋捌做的方法来做，两个一边是粗的，一边是幼的，啊，佫简单的线条来呈现这件作品。这件是拍算讲后界有要佫另外。新的一个做法了，开始要做这种的风格啊呢。欢迎市民朋友莅临参观、了解、欣赏，由一粒无起眼的溪中石头变成一件令人喜爱的作品，体验立甲美的结合，捧出灰青、朴拙与巧思的趣味。最新新闻，蔡美彤，家己市采访报道。